南部地区暴雨成灾，道路变河流，民众出门只好涉水。不止路上，民宅里水淹到小腿高度。风雨过后，满地泥泞，面临家园清理，医师提醒要当心类鼻疽菌感染，严重会引发败血症。类鼻疽菌平常是在土壤里面，因为下大雨过后呢，会造成一些土壤的翻搅，然后它就会跑到一个环境上面，可能要戴个口罩，然后避免伤口感染。另外，清理家园过程中，物品残破尖锐，很容易因为搬运碰撞导致受伤，不要忽略自我防护。建议民众能够戴手套，那甚至是穿高筒的雨鞋来清理家园，不要造成有伤口。还有大水过后，食物、饮水跟容器也可能受到沙门氏菌跟霍乱弧菌污染，建议不要生饮生食，煮沸煮熟再食用，避免感染致病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中联发福。